来，我们高雄市亲子教育关怀照顾协会林东宏先生、许佩妮小姐还有许佩硕先生，我们的高雄市药师工会我们的施生正理事长，我们三生企业有限公司我们的刘信成还有郭坚、张信哲先生还有刘秀儿女士，以及我们刚刚哈，我们这个大内高雄这个内坑社区发展协会的理事长黄玉玲黄理事长的送花，谢谢。一定我还要多补加一位，就是我们的音乐团的副团长，我们的洪景玉洪医师，恭喜也来到现场，跟大家打声招呼，我们全力发了。谢谢谢谢洪医师，洪医师感恩就叫。